他们几位将担任今天比赛的评委。今天的对决也是一次竞标，胜负的结果直接关系到我们金氏集团与两家中的哪一家合作。希望双方都能发挥出自己最高超的水平。下面请双方上场吧。芙蓉堂和晋善的对决现在开始。今天比赛的主料是请问哪位是林飞先生？谁是林飞啊？我就是。你有啥子事啊？您就是林飞先生吗？啊，请把你的证件拿出来。我说你们两个混蛋在干什么呀？没看这儿在比赛吗？要我赶你们出去吗？我是他的经理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是移民局的。哦，这是我的证件。这是中国的证件，在这里不适用。你的护照呢？我护照前两天丢了，现在正在补办。没有护照是吧？那么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有护照不办吗？有什么话到局里再说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说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？他涉嫌偷渡入境，必须跟我们走一趟。一定是误会，他是我们的客人，是合法来韩国的。你们搞清楚没有啊？想乱抓人呐？就是，我们在执行公务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否则的话我们就刑事拘捕权了。林师傅，林师傅，啊，没事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去说明一下情况，我就回来。先让李师傅替着我啊。怎么办？李师傅，你可以吗？我能行吗？我。朴经理，比赛还可以继续吗？如果你们再继续拖延比赛时间，可要判你们弃权了。金会长，可以改天再比吗？这怎么可以啊？这比赛的规矩是定好的，怎么可以随意更改呢？金会长，您是有身份的人，一言九鼎啊。我说的对吗？不用改了，继续比。谁放弃，谁就算输。金会长，爸爸。拜托了，干嘛呀？芙蓉堂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，啊！拜托了，加油吧！哎呀，求求你了！哎、你等我呀，快！哎呀，李师傅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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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喊了，我越来越紧张了。都就坐吧。我现在宣布，本次比赛赛事的主题为鸡。
题目就是各自用一只鸡为原料做一道菜，比赛时间为一个小时，计时开始。解释不清，等比完赛我再跟你说吧。不是，哎呦，我先看比赛吧。是四川的一道名菜，叫凤里乾坤，就是把金龙鱼相连道、鲍鱼、鱼翅什么道、金龙鱼相连道，还有火腿、青豆、胡萝卜都放到鸡的肚子里面，这样鸡里面的材料就会跟鸡的香味相融合。哎，听不错哎，姐姐没准我还能赢。不过这道菜可非常讲究火候，火候不到不熟，火候过了呢，口感就会很油腻，不知道它能不能把握好。做的是什么菜啊？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生日，我爸爸给我煮过一碗面，叫百花鸡面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道菜。不就是面条吗？面条也算菜？看样子双方都已经完成了比赛，那么就请端上来吧。
今天两位厨师展示的都是以鸡做原料做的川菜的名菜。冯唐的李厨师做了这一道凤里乾坤，非常的精美。但是这道菜的火候啊稍过了一点儿，吃起来口感有点油腻。晋善的厨师做了这一道百花鸡面，他巧妙地把鸡肉融合在面条里，再配上百花的辅料，有一种在百花中徜徉的感觉，真正达到了吃鸡不见鸡肉的最高境界。所以我选晋善胜出。我选芙蓉堂胜出。很遗憾，今天没有品尝到林飞先生的厨艺，我只能说很遗憾。对于两位厨师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，味道上还是晋善料理略胜一筹。爸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那明明是芙蓉堂的菜好吃嘛，他们会不会做评委啊？闭嘴。三七小姐，没有办法呀，商场如战场，成者王侯。